Prabhu Satan Namki Prajeji Chuntun Chopa Ki Praju Keke Chungpo Tu Wo Che Seku Sokro Tatu Chen Wampo Kutan Tukbe 我現在在這個網屏360的條條揈的纜車上邊，我是 Julian， 我身邊 有兩位很犀利的前輩，陳雲前輩和曾卓文教授。那為什麼我們今天 來這個地方呢？之前呢有一單新聞，我們《蘋果日報》有一單新聞的頭條，就是說一個的香港的風水師。那這個風水師呢，他在大陸呢，他找墓穴的時間呢，就遇到山泥傾瀉，就喪命啦，就走咗啦。呢一個風水師，佢係有特別有夢嘅。原來咧，大家我哋而家喺大嶼山啦，大家成日去大嶼山就會去天壇大佛，會去譬如話心經簡林咁樣。我哋以為呢啲係好尋常嘅景點嚟嘅。咁咧，原來咧呢個心經簡林咧，就係一個佢背後嗰樣嘢係好陰險、好惡毒嘅，其實係。原來佢本身係一個風水陣。咁呢個風水陣咧有啲咩作用呢？咁佢就係一種我哋叫做厭性嘅一種類似咒助啊唔好嘅嘢嚟嘅。咁乜嘢人想乜嘢人擺喺度？原來就係中共就叫呢一個風水師，就係喺心經簡林呢個地方咧，佢哋就係擺咗個陣。就是目的呢，就是要令到香港呢，就是一直積弱，一路變弱，一路變差。咁點解佢哋要咁做？就是因為如果香港弱的話呢，佢哋就比較有把握去高壓啲去管治，遇到嘅反抗嘅力量呢可能會少啲。咁我自己本身係佛弟子啦，本身係一個修行人啦，係好差嘅修行人啦，我脾氣非常之唔好，見到唔好嘅事我就出嚟吵。令到我最慶嗰樣嘢咧，最嬲嗰樣嘢咧，就係佢哋係用咗佛教嘅元素，係用喺一個咁惡毒嘅目標上邊。其實咧，今日我哋準備好多嘢，我哋係嚟做一個煙供，一個火供咁樣。我哋點解要嚟咁做？就是、因為嗰個惡毒嘅風水陣咧，佢本身其實係鎮住咗香港嘅一個。大家唔知道香港係有護法神嘅，係一個好大嘅護法神。呢、這個護法神咧，佢係一個我哋平時佛弟子，我哋會叫做大鵬金翅鳥，即係梵文我哋會叫做 Garuda， 或者係佛教我哋叫天龍八部入邊嘅迦樓羅嘅一個大護法神嚟嘅。咁呢、這個佢哋之前呢個風水師就係佢 pinpoint 到，即係佢。找到那個香港這個護法神的位置的時候呢，他就用這個這麼邪惡的陣就釘死了他在這個心經簡林的位置那裡啦。而且他是用這個金翅鳥他的天敵，因為這個大鵬金翅鳥呢，佛經裡面就是說他們是專門呢是會降服會食一些我們叫惡龍，即係啲冇歸依到佛法或者佢心地好差嘅龍。中共佢就係擺呢個陣咧，揾呢啲惡龍咧去佢想釘死咗嗰只金翅鳥先，即係唔俾佢喐，然之後就用好多呢啲惡龍咧就去吸取佢嘅生命力。咁開頭我聽到呢單嘢嘅時間，我嚇有冇件咁嘅事咧？咁我自己本身我係一個占卜師嚟，我都係我本身都有一啲嘅西藏嘅藏傳佛教嘅喇嘛佢哋俾嗰啲占卜嘅口诀俾我，咁我亦都用嗰啲方法咧去睇過呢件事，即係究竟係人哋吹水亂噏啊，定係話真係有件咁嘅事？咁我見到真係有件咁嘅事，亦都睇過呢個護法神，佢就未死嘅，啊呢只大鵬金翅鳥就未死嘅，不過咧佢當其時佢就即係現在佢就係嗰個能量比較弱啲啦，比較差啲啦。咁我今次嚟做咩事？我哋今次嚟咧就係同埋同埋各位同修咧，就呢度咧，我哋會收一個法啦，就去講直接啲講，你可以講係破陣。Once 我哋今次做咗呢一個嘅修法之後咧，我相信好多嘢咧都會
會轉啊，會唔同。我哋話要改變的話，有兩個方面嘅，我哋叫有形嘅改變同埋無形嘅改變。咁無形嘅嘢咧，我哋今日我哋就會做。咁我哋今日亦都係一個好好日子，今日係佛教嘅八個最主要嘅菩薩，係文殊菩薩嘅紀念日。咁啊，亦都佛陀貧僧用嘅占卜嘅方法咧，都係同文殊菩薩有關係，所以今日係一個好吉祥嘅日子嚟。今日招來員話咧，就呢個位置啦，即係呢堆石啦，就係嗰個厭性嘅所謂蛇頭嗰個位置啦，所謂睇埋上邊，睇埋正中間，即係嗰個八字嗰個符號嗰個中間。第一，呢度係成個厭性應該最窄嗰個位，佢原本你講geometrically應該係呢一步。娑婆娑婆娑婆多摩娑婆婆娑婆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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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娑婆娑婆娑婆多摩娑婆诃娑哆唵般若波罗蜜多摩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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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揾出佢死穴嚇，個毒蛇上嘅死穴。其實都合理喎，如果係其中一條柱的話，因為頭先攞到個信息佢話，佢哋攞嚟鎮住護法神嗰樣嘢係人為嘅，係多樣嘅，即係多樣嘅意思，即係話係好似 copy 出嚟咁樣嘅。即係有一條係 original 嚟嘅。有一條係，即亦都如果攞嚟 confuse 其他人都個方法都啱嘅。如果我淨係動一條柱喺度嘅時候咧，就好核突嘅，即係人哋會問點解你無端動條柱喺度。但如果我將嗰個數目不停去 duplicate 的話，第一，如果要真係揾真嗰條的話，混淆視聽係啦，未必揾到。第二就係你如果將呢個變咗個景點的話咧，咁冇人會懷疑啊。我哋咁多年我哋都唔知道嗰個占卜個結果叫做母金魚，即係母，即係母親咁。嗰意思即係話由佢生一個生起好多咁嘅意思。同埋係人為嘅啲嘢，知道係咁。呢度人為嘅就係得柱，佢係呢個鎮嘅咁多條柱嘅為首嗰條柱係佢嚟嘅。點解冇嘢黑嘅？可能做呢個鎮嘅人，佢本身猜度嚇，唔一定係真嘅。猜度嘅説話就係、是、第一個可能性就係可能佢。講到尾都唔夠膽用佛教經文直接攞嚟做呢啲事，但係都已經用咗啦。老實講都已經，即係佢唔擺明用喺呢條咁解噶嘛，都用曬其他噶啦已經。咁第二就係可能佢本身都了解佛教，可能佢都知道你特登留條空嘅喺度，佛教成日講空性，成日講唔即係。真空妙有嗰樣嘢咁可能佢會估到啲人係唔會咁樣而生氣。頭先嗰個交叉點嗰度，我都唔係好肯定，因為嗰度我感覺都有震動，即係可能真正嘅頸喺呢度咯，可能頭喺嗰度唔出奇。好，如果係咁的話咧，我哋就睇下要揾個地方做火供。我哋喺上邊冇人睇到。舊石嗰位啊？呢嚿石唔系天然嘅咩？系天然，但系个位置应该唔系天然留喺呢度嘅，应该系开凿完之后等喺度。因为呢度唔系岩石面，同埋呢度上到上嚟已经系土坡嚟，撞唔到咁大嚿石。
像打煲嚟咁樣咧？唔係金球，嗱你講得啱，係真係金球。咁但係咧，就呢、這個即係嗰個去令到佢失效嗰個方法個關鍵咧。為了香港的安全，我不能夠全部講俾你聽，因為我哋會做兩 part 嘅，第一 part 我哋會做火共。哦，火共可以贏。火共可以贏。咁但係就後屘第二 part 就有唔係唔影得，而係話我會揾個盒裝住嗰樣，你哋唔睇得嗰樣嘢。哦。我見要見怒張三，八八嘅耍當破啦。亚仙出意我出夜别马中的世俗章克度卡着忙破克给给结束打出给金给路这世俗俗咕噜别马是地红别马后出招出给应给生坎俗出意度上给革命平衡查找论述的话全被顾南卡新都读者出里面拉玛出给古拉索瓦的无间匹马中的拉索瓦的地前论给出配信康书苦松出到永天真的给也是阿天的拉西匹顾图者者扎拉索索索通南马龙族古拉索瓦的乌根匹马中的拉索瓦的现在你的 show time 了现在向着凤凰山香港 的情况和大鹏金照的情况都一样我们都是被人制压住我们都是而制压我们的人他们不是心存正念的人的他们暫時他們的力量是很大，大到是令到這個世界很多東西真的失去了平衡。所以為什麼如果今次我們這件事真的成功的話呢，即是我們叫無形的東西動到的話呢，那有形的事會開始去轉動的，開始會去如果這個我們以為打不低的怪物，即是它冧的時間，那很多東西呢，即是這個世界失衡，因為它們而失衡的事都可以回到平衡。上师本尊与空行诸佛菩萨圣元等城市三宝众嘉宾金刚香云为供养二将清净福慧传自生智慧其现前巨世孤母海会众正德护法七十五空恶地神泽舍神跟住施食咒那么萨瓦达他格他阿瓦洛基德嗡桑巴拉桑巴拉哄那么萨瓦达他格他阿瓦洛基德嗡玛尼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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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宝佛及上严佛无制佛与离威佛诸佛如来我顶礼供养三宝愿欢喜逝者逝愿愿完成六道所愿愿满愿冤债所欠愿取偿四众嘉宾齐云集无量施共作回向我及无边之友情受用具足之良缘其能迅速正佛地友情远如虚空状财富受用其无尽愿无争执无相伤凡所受用其自在以此施食力之故平息恐怖诸幻象于中有中见自性愿能往生清净土凡诸自心希求力如来善世灭布施力以及法界一切力即皆供养诸圣众所思遥益有情故凡所企盼诸利益无论彼等何部类世间诸界尽无余其无障碍悉成办。